观众朋友，我是廖小军，欢迎锁定今日十一月初三礼拜四暗时九点为您播出《新台湾加油》。您看到，在今天的民进党中央党部跟立院党团都是戒备森严，这是为什么？因为昨天民进党中央党部遭到青年学生闯入了，今天整个优势警力进驻到我刚刚所提到的立法院，而且整个戒备一直要到八号为止，到下个礼拜。劳团预告说还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抗争，民进党感叹，当同伴以不同立场，希望同志能够以耐心来面对这一切。他强调，国家要必须要往前走。可是很多人直言是蔡英文总统，你昨是今非了吗？今天我们要还原整个大现场。当然，另外一个议题要带观众朋友看的是，首先要还原到昨天在北京跟台商，不管在当地的台生、洪秀柱座谈的场面。基本大家在问讲，国民党的真侪。党工吼薪水唔在为倒来，今麦发现讲，除了讲有郭台铭的妈妈吼，借了4500万给国民党中部以外，啊个王雪红，王雪红嘛借吼4500万，两个加起来都是9000万哦。唔，那是高清版以外呢，国民党今麦的财务困窘状况之下，传出安怎？台商在昨天北京去建议讲，哎，归去吼来开一个微信账号，和中国吼当地的国民党党员吼可以来缴党费，或者是让台商可以发个小额的微信红包。啊，这是什么意思哈？什么叫做微信账号？这到底是合法的吗？今天我们要提出非常多的疑问。第一个，如果有微信账号可以捐款的话，啊，较早有还是无？刚才国民党跟马英九总统长久以来有没有接受来自于中国的赞助？而马前总统有没有没有曝光的账号？今天吴子嘉即将要公布一个非常劲爆的账号，这是什么样的账号呢？由台企联汇了1000万人民币给江炳坤所指定的账户。江炳坤在2011年是海基会当属定呢。而且付这个款由江炳坤指定的账户到底给谁？给江炳坤还是给当时的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马英九呢？当时的也是马总统哦。好，当然联想到昨天我们说邓文聪握有马总统的存折啊，到底这些内容指向何方？为什么都如此的神秘？马英九前总统到底跟中国什么样的关系？尤其跟财团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在我旁边的郑文龙律师要独家还原他在法庭当中怎么跟蔡明忠父子的一段对话，证词前后不一。那这一些北检你查还是不查呢？还是到目前为止，听说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泰昭一接管了检察长位置之后，发现呢马英九的案子100多件，重案6到8件。这个话很神秘的，无一件在办，无影无影。等一下，王定宇告诉我们所发现的到底是什么？还是说马政权的幽灵仍然控制着台湾的调查局、检察官跟法官吗？来，邀请到关键性来宾一一为您解析。第一位介绍就是关键性律师郑文龙律师，来到我们现场。郑律师晚安。大家好，泰嘎好，大家好。好，继续来欢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刘兆豪大哥。主持人大家好。好，欢迎政治评论员于美美。小军好，大家好。好，关键性立法委员包括王定宇来到我们现场。小军大家好。还原大现场，还有他的声音，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徐永明老师。主持人大家好。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杨立明老师。大家晚安。稍后吴子嘉马上要告诉我们他手中这个非常劲爆的账号要汇给江炳坤，到底这样的账号、这样的户名应该怎么进行解读？我们先从大现场来看起。不断挣扎尖叫，警方只好合力把人架离现场。立法院爆发激烈冲突，全都为了劳基法修正案。警察今天讲，警察今天讲，警察今天讲，不是砍价总纲，砍价总纲，公开辩论，公开辩论。呛杀要辩论被强势驱离后，抗议民众院区外另开战场，让警方全程戒备。立院大楼更直接拉下铁门，就怕再有人趁乱闯入。往玻璃门冲，挤成一团。这道门是通往民进党中常会会议室的入口，警方一听命拦。砍价总纲，砍价总纲，民进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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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
中午12:20，抗议周休二日砍7天国假的学生团体突袭民进党中央抗议，部分假装路人搭电梯上楼，部分爬楼梯，十楼党部会合。蔡总统从另外一个出入口上楼，相隔至少10公尺，和学生完全没有照面机会。不过高层特别交代，警察要斯文，不准用拖的。僵持一个多小时后，学生下楼另辟战场。我们绝对会有更大规模的抗争，我们绝对会如影随形。学生悻悻然离开。面对抗议周休二日修法声浪，蔡总统在中常会有感而发。我们执政有很多事情要一一去克服，既然执政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这个国家要往前走的动能跟社会力的集结，这是我们执政者的责任。7天假争议如何清理战场，成为蔡政府执政当前棘手考验。好，观众朋友，因为连续遭到闯入的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的办公室，包括在昨天的民进党中央爆发了关注，所以今天的立法院非常不一样。这是昨天柯建铭的办公室，而紧接着这是在昨天的民进党中央党部，接着你看到这是今天的立法院哈，今天的立法院多名的警力进驻到委员会当中。好，那立法院在进行演练的画面，包括在保六总队的支援之下，大门警力哦，由原来2个人也增加到8个人，后门也有1人增加到6人。那么警方说没办法，为了预防抗议突袭，未雨绸缪。同时在中央党部方面，那么警力也增加了。在此同时，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学生这些老团说，民进党只把学生当工具，利用青年完成政党轮替的目的，扬言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抗争。好，蔡英文的论述我们等下来看。来看立法院长苏嘉全，私人场域闯进去的话，对助理委员的安全有些影响，将在朝野协商时指示议事人员草拟立院共同声明，谴责脱序违法行为。来，秀敏老师，这样的情势我们应该怎么看？其实我今天去立法院的时候，其实也觉得说真的是警察同仁变得蛮多的哈。像我在青岛一馆，其实铁门都还拉下来。那在委员会里面，其实交通委员会今天应该是参访，可是里面其实做了蛮多保警哈。我会觉得说，学生这几个动作的确刺激了立法院或是一些机构的反应。可是我真的要强调哈，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或是更主动的来跟这些学生互动哈？我。比如说，其实，在立法院处理，在跟民党中央党部处理就不一样。我觉得中央党部的处理其实是比较好。虽然我在立法院，可是我还是觉得中央党部的处理，把他们限制在一定的空间里面，然后让他们表达他的诉求，跟媒体谈。其实我觉得学生也是有一些善意，有一些克制啦，因为他们很清楚，其实柯建铭总召并不在那个办公室上班，他的真正办公室在隔壁，那。蔡总统去参加中常会走的是另外一电梯，其实他们是在就是说是在不同的电梯口，所以我的感觉是他们希望他们的声音被听到。那我觉得除了强调团结支持我们的新政府之外，我觉得新政府可以更主动的跟这些学生互动。那当然我知道很多民党朋友其实有私底下跟他们有很多的互动，可是我的意思说可不可以更公开一些对话，因为我觉得团结，作为执政者有个责任是要团结这个社会的。小英，我进立法院，我们真的很不希望看到说还是很多警察在这里。我相信这个立法院应该是比较开放的立法院。互动对话不够，来，我请教室来，正好大哥，回到问题的本质，那民进党怎么因应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哦，我们都一直存在的休假有一些不统一的状态，就是9月28号，公务人员不放假，老师不放假，但劳工放假，是从2001年就开始。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台湾的现状，那我们身为执政党，我们当然有这个责任跟义务，要来为台湾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这也是我们民主进步党提出一例一休这样修法，也再加上特休，再加上劳检等等的配套措施，希望往周休二日的这样的方向前进，希望能够让想休假的劳工他可以休假，希望可以让可以要领加班费的员工，更高加班费的劳工他可以领加班费，更有弹性的一个方法。最主要我们当然也因为配合其他的措施，让我们全台湾的无论是公务人员或劳工，大家休假能够一致。刚刚徐永明老师认为你们民进党对学生没有太多的沟通，应该多一点沟通，那现在态势是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认为这样，就是说我们面对学生，我们都基本上我们都认为学生有一个良善的动机了，他们希望说透过他们的主张或者诉求，让台湾能够更好，这是台湾。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要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的一个立法，但是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提出一个比现状还好的一个立法例，一例一修。我们再次强调，它当然不是一个大家都全部满意的一个立法。他劳工也不满意，资方也有一些不满意，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解决现状台湾所面对的难题跟挑战？其实我看到的是有更多的企业主也好或劳工也好，其实他们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想法，希望这样子的纷争早一点落幕，希望民主进步党拿出魄力，就是说让这些纷争早一点落幕，那台湾往前走一步，虽然这一步伐也许不是那么大，也许那个步伐没有像学生期待的那么大步，但是是比现状还好的。所以我们当然能够理解，我理解学生青年朋友们他对台湾的这一股期待，但是我们也期待说彼此能够多一些谅解，多一些互相的体谅，我们这个立法是能够让台湾往前进一步，虽然这个步伐不符合台学生们的期待。诉求可以谅解，那行动可以谅解吗？学生在反映意见的同时，要不要注意到有没有违法的问题？很多人都说，哎，太阳花学运是这样子呢，怎么现在民进党怎么浊世今非呢？来，这样的情势，这样做一个比例，这样的轰民进党，来，王定宇怎么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哈，我跟徐老师应该都是学运世代的人，就我的了解啦，学生或者学运团体或者部分的学生。不是你想要跟他谈，他就要跟你谈。某个团体要跟你谈，也不代表另外一个团体愿意跟你谈。那这沟通，我相信其实都是持续的哈。我先讲一个明显的差别。我今天在立法院那边，警察多了一些，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以往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立法院旁边是巨马，一围围一个月两个月。民进党执政到现在为止，我们在立法院旁边，不管什么团体。中国籍配偶啊，学生啊，劳动团体，不管你人多或少，你的主张跟民进党是一致或不一致，我们在立法院到今天为止没有用过巨马。马政府那时候巨马那个钉子一钉下去，那个巨马等于围墙，用两三个月不拆掉的，这第一个差别。第二个，我今天看到警察做的，其实他是警察也是用一个肉身站在门口那边，他没有用任何的器具，这个差别就是一个态度的改变。另外一个差别改变在哪里？我觉得以往都是希望把不同的声音盖住、消灭掉、沟通掉，让它没有声音。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台湾进步到今天为止了，我们所有全国人民应该可以接受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任何事情一定有人反对，任何事情那个反对的声音你要让它说出来，然后最后的裁判者是人民，是选民。所以在中央党部，你当然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谴责说，哦，那个是民间的商办大楼，然后电梯坐上去就冲进去，你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去认为这样子不应该或不适当。但是民进党选择的态度是，不要拖学生，不要强制驱离他，用点耐心让他讲，听他说。这个态度其实是沟通的里面很重要的。沟通不见得是大家找个会议室坐下来谈，但是昨天在民进党中央党部，你要知道总统去的地方是有要维安的。但是上面直接下来讲，就是学生进到民党中央党部，不要强制驱离他，让他把动作做完，因为那是他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纵使他的言论内容，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辩论。所以这个态度的转变，我觉得是520到今天，民党至少在这一点做到了。那接下来有些事情，我们觉得比较难过，就是说我常举个例子，主张周休二日，其中有一天是劳工同意加班费最高到2.66倍。才能够让资方来加班的周休二日方案，跟两例绝对不准上班，一上班就违法的方案，哪个方案比较好比较坏，我就可以辩论。那学生代表社会比较进步、不愿妥协的力量，所以当他采取的方式比较激烈的时候，我就一方面保障他的言论自由，注意他的安全，我也不希望动辄用法律去恫吓他。但是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我们一定要去解决。但是学生跟劳团现在预告，他们不惜要发动更大规模的劳工团体，其实有很多。那今天定这个，我比较遗憾的是，我看到这次出来声援的很多是大型或者是国营事业的劳动团体。哦。那
对十个人以下的员工的中小型小型企业，嗯，或者很多数的劳工来讲，你真的去问了、啊，我平常心讲了、啊，多数的劳工过去这七天假日有在休假吗？嗯，有加班费吗？但是王定宇，你提到说，从这些抗议的身影当中，您看到有一些是大型国营事业的劳工，那他们的老板是谁？就政府嘛。OK， 你定的所有的法令，他一定要遵守。是，劳工团体的抗议。劳工团体有很多种，嗯，他们每个人主张，我觉得都叫做劳工团体的主张。但是我们执政，你要把事情做出来，你要面对不同的声音跟压力、嗯，这是一定要面对的。可是我一直不愿意去剖析这些劳团里面，比方有一个我认识的、啊，叫某某德的、啊，你是谁的助理，我都认得嘛。谁的助理？这个我先不讲，我是要告诉他，就是你的主张，你的主张跟你过去，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你一定要去思考。台湾这个国家，我们在运作上怎么确保劳工的权益跟国家的发展？嗯，不是弄破掉焦土雄鹤啊，那个跟学生不一样，学生是绝对的理想主义，那个是我们社会的高标，我们要倾听，我们要去保护那样子言论的空间。可当有一些团体在运作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不知道，而是我们希望执政了，我们容忍你做到一定的程度，但是过头了，对这个国家不好。来，点出了许多问题来，姚老师，论述可以被尊重，但是真的是有背后的强烈的政治在操作吗？尽管小燕已经讲了，我执政了，我愿意去承担，愿意去面对。来，姚老师怎么看？这个当然，他当然有说他的道理嘛。可是我觉得，必须要拿他原来选总统的政见拿来比对啊。我必须说，他妥协了。没有达到那个理想目标，我先说明一下，不是不可以达到理想目标，除非今天是不能妥协的，那就罢了。他是在黑跟白，可是今天一例一休啊，最重要的是那个七天少掉，被大家认为少掉，就应该123天变成116天，因为你如果52个礼拜，周休二日，不管你弹性上班也好，我先算104天。原来劳工就有19天的假，所以应该是123天的假。简单的说就是如此。现在变成只有116天，少了7天假。请问为什么不可以把这7天假用其他的方法补给他？譬如说叫休假日。我没有说全国的假日不可以一致啊，全国的假日一致，换句话说，公定的国定假日一致。可是个人休假可以加吗？西方国家现在，我不要讲法国、德国、奥地利，现在休假日都已经超过1个月了，他们的总休假日期已经将近150天了，150多天，换句话，全部全年工作时间不超过200天了，完全不超过200天。我现在不想一触可及啊，我不想台湾一下子就到200天。工作天，可是现在也稍微长了一点吧，现在是差不多240天呢。你是不是给我一个目标？就用民进党原来的目标就是如此啊，朝向越来越文明的、越来工时越少、实质薪资就越来越高的目标嘛。可是你现在的做法其实跟原来国民党的总头头没有差嘛。因为说我还给你了，我给你周休二日了，结果你补还给我7天。换句话说，你是不是应该进一步的让劳工团体觉得你跟的确跟竞选的时候你讲的很有道理，你竞选说我一定跟他们大不同，所以我总偷偷时间工作时间一定会少，那你就把多少多出来的7天，现在只争执在这7天嘛。7天的2个理由，一个是全国要一致，我同意。不应该一国两制，放假本来就应该全国一制，可是少那7天你还给他个人休假嘛？像小军，你全年公司要个说，我一年个人特休5天8天时间，我在家其他的周休，我连接在一起，我住个好好的休息1天。我请问你有什么不对？你原来我在算每一个人原，我希望的目标是原来我想。因为原来的政见里面总偷偷希望给劳工123天，嗯，这是目标，因为加周休二日，当时没有讲这个一例一休补回来嘛，
就是123亿，我说希望就实质的以周休二日嘛。至于说那个休可以补啊，还是利可以补，那个都不重要了，那些都是细节嘛，那都是立法上的问题。我现在的问题是说，民进党为什么不愿意更往前跨一步？是因为劳工，是因为资方吗？请问个别弹性的，今天我没有说劳工想加班我不给你加，他自己弹性的说，今年我选择1月份还是选择7月份？尽量可能是淡季，这家公司的淡季可能是10月份，可能是7月份暑假的时候，我选择一个淡季，我选择一个特别休假，你给他这个权限，你是不是可以达到你，可不可以达到你现在原来承诺123天，原来周休二日总头头目标？嗯，人家就不会感受到你把他7天抢回去了，这是一个关键点。我必须说我。是希望民进党还有那个空间再来商量，所以我现在进入到程序问题，也就是学生进去出来进去出来那个问题。嗯，我这我们当年之所以批判国民党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多数，而是因为他程序不公正。程序正义，什么叫程序正义？我用一句白话文讲，请问各位，我以前考过试给学生，你用几句话形容什么叫尊重少数？尊重少数不是多数者起立给少数鞠个躬叫尊重少数啊？尊重少数的法律定义叫什么？叫做多数者不表决事项。譬如说发言权、提案权，我举例的程序委员会，以前国民党多数的时候，根本透过多数连少数的提案权都不给他，他连。少数者争取多数的机会都没有。通常政治学上讲，什么叫尊重少数？让少数者有争取多数的机会。杨老师，我问了一个背景，你现在的职也是陈寅跟吴育群分别担任主席，对，他们扮演的角色。你就是，你可以问，等一下王定宇你要回应。你程序正义上你可以更完美一点。我刚刚很同意定宇讲，你在对于群众运动的程序处理上，当然比国民党好，这个当然是基本的嘛，因为你已经觉得那个时候是错误的嘛，你明明可以用软做法，你怎么用硬做法，这是不可以的。可是我仍然希望在意识上，不论是苏家全部的，在意识上，你是不是让少数者更多发言、提案、辩论的机会？否则的话，我是觉得你现在那个度过去。形式的一个月的协商完成之后，在未来年底或者年初，在这个会期最后一定要通过这个程序上，你是把目标设定，其他当然大家就认为你是跑一个程序而已，你没有真正的尊重少数者的这个意见。所以那天黄国昌，我先不讲他的表情也好，我就讲至少黄国昌的主张，至少那一点我是绝对正确，就是说你至少要让我们把话讲完嘛。就像我今天把话讲完，我把这个论述讲出来，我的妥协方案啊，假设我要修正，说我修正加入劳基法，每个企业主应该给员工特别休的几天到几天之内给他一个范围，我认为7天是合理的，然后我们大家辩论，说不定多数者也愿意妥协啊，在协商说不定我们妥协到这里，资方也可以接受到哪里，他有个 range 嘛。嗯，你连提案的空间都不给人，就是我最后修正案的空间不，我现在已经定案了，目标就是要这样通过那个条文，这个就在程序正义。杨老师是您看到的面向，这就是我认为程序正义。那实际上，民进党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跟老师说明一下，因为那一天我跟赵豪、那黄国昌跟徐永明，我们在那边谈了一样的问题，也都看到当时卫防委员会所进行的真相是什么。第一个。民进党在立法院多数以后，在程序委员会，我们没有挡掉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提案，零，包含他们说要把总统啊、副总统财产什么要拿出来公布，我们说赶快，他们到现在自己不拿出来讨论，所以少数提案发言，我们不会像国民党以前挡一挡挡5、6年不让你讲话。第二个，少数发言的机会有没有被确保？其实这一次陈寅跟吴育群也是10月5号。或者我们这次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程序上完备，但是能不能达到实质讨论？这是姚老师刚才提的，也是黄国昌讲的。对，那徐老师也在这边呢。事实上，当天发生什么事情？民进党在前一天就发现会议室801被国民党占住了，国民党占住主席台，
我们说可以开会啊，大家来讨论啊，他不要，他不要。甚至我们曾经有一次在院会的时候，我们还写说这样好不好？你们虽然是少数，我们发言的人次给国民党六个，民进党两个就好了。我一党时代当一个，亲民党一个，国民党说也不要，给他比较多的发言他不要，给他讲话的机会不要。到了隔天，徐老师拿一个牌子到我们前面，后来总召他们有出去讲了什么方式，说今天不要表决，勘验录影带，我们大家一条条讨论。我印象徐老师在节目也说过，柯总召是说可以，我们也支持时代力量支持，国民党说不要。你懂我意思吗？冲突那个新闻的片段二三十秒，就在一个框架而已。可那一天在议事堂里面，我们只是做的是把主席台保护住，不要像昨天一样被占领住，或者像十月五号是整间被占领住。那第二个，时代力量总是也是一个少数党。他提出说，是不是今天不要表决？因为表决国民党一定输，他就会批评。那我说好，不要表决，勘验那天开会的状况的影带 ，OK， 大家来讨论，来发言。我们是说可以，他们说可以，国民党说不要。那这时候就要回到一个问题了，那你要什么呢？你到底你是要实质开会，还是焦土抗争？从党产条例通过之后，我没有一条让你过。如果是那个，我们都曾经在那边按了72个小时，赞成请按赞成，反对请按反对，没有意见请按弃权，按了每一分钟。你是看到一个不知道论述为何，也不想有效率的，他就是国会的政党。所以小军，我在讲结论就是说，结论就是说，这样子开会的空间，尊重少数，就是说让他可以有议案呈现的方式，那个空间不是不存在。可当你面对的这两三个月，这个议题一直在搅动，而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组织，他就是焦土不让你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选民托付的民进党是要让这个案子在那里面继续焦土的烧灼的所有的人，还是在程序上把它完备？我那天开口就说这是一个粗暴的过程，我都接受。但是粗暴的过程的成因，谁造成这粗暴的理由？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把它讲清楚。不，我提一下，就是说。国民党有他的政治意图啦，好，我想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了解。那我觉得这些声音团体或这些学生，我觉得要把他们先分开看，不一样，当然是不一样，处理不一样，在处理的方法、互动的方式，我觉得是可以更积极一些。因为如果毛振飞他们真的要开始绝食，你也知道毛振飞他们的个性，好，他们是会坚持下去。那你很难说啊，他是帮国民党或怎样？我想国民党在立法院里的意思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的意思说，是不是能更积极？我觉得蔡总统昨天在中常会里面其实谈的团结，所以就像我还是讲，其实总统可以更积极一点来团结这个社会，因为这些人总统也说啊，过去的战友，好，现在好像在不同的位置上面，是，那我是觉得不是没有沟通的空间，所以的刚王定宇所讲的，杨老师您自己也担任过立法委员啊，对啊，刚王定宇所讲的，那你可不可以做一点回应？如果是您的话，面对这个政党，你会怎么做？我完全清楚，那个很差劲的在野党叫国民党，他根本没有扮演任何正当的角色，他们就是捣蛋、乱来、搅坏一锅。事实上，他并没有得到任何劳工团体支持，我必须这样说。据我所知，至少我现在参与，我现在不管跟年轻人也好，跟劳团也好。我的主张希望能够再跟民进党辩论，我也希望能够再说服民进党再给一点机会。我知道蔡英文已经在某一个决策会上觉得说这个尽快今年或者一个下个会期要办法想办法过，可是我总是觉得劳团的主张还是要得到倾听，学生的主张，这个跟过去所有的例子是一样的。我觉得现在的政策是不是我当然同意了，已经够长了，上个会期几乎没有讨论嘛，因为大家零零数分的关系或等等几乎停摆了嘛。可是我非常希望，我不是因为有人绝食，我是希望实质的内容再给讨论的机会，来请您还要妥协的空间。我们真的希望来实讨论，一定要妥协的空间。那个配套包含特休是你该讲的，对的，特休价怎么补回去，我们多希望在那议场里面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对呀，是，我是我当我他在那里，我在那里，我希望不要被国民党破坏掉这种实质的讨论。这样讲，我还是回到立法院里面呢，哈，就是说，当我接受民进党当然在立法院是多数哈，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说民进党用多数暴力。如果今天民进党像国民党一样在程序委员会就挡所有我们不喜欢的议案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指责我们说我们是多数的暴力。但是我们今天民进党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常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有一个人他手中有一个棍子，这个棍子里面他当然可以去做不好的事情，他可以看到不喜欢的就敲人家的头，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手中有一个棍子，但是他是为了捍卫他的家人，捍卫他的小孩子，有人要来侵犯他们家庭的时候，他拿这个棍子当成一个防身的武器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分开来看。今天民进党在立法院当然是多数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把这个多数拿来当暴力使用，去程序委员会针对我们不喜欢的一样把它挡下来。我们今天是被迫一定要回到10月5号当一天。我们之前的协商国民党完全不理，而且霸占了原本开会的主席台。10月5号9点不到，就所有的人冲到主席台，拿着手推式的喇叭当场叫嚣。如果在那个场合我们在任天真的认为说国民党真心想要讨论辩论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是愧对选民对我们的托付。没有错，我们真的是拿出我们的多数的优势，但是我们不是使用暴力，我们是拿出我们多数的在议会议事场上多数的优势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真的是想要捍卫台湾，让台湾真的，我们即便这个立法不是100%大家都同意都满意的立法，但是它真的比现状还好。那我们知道，当然劳团或学生团体，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主张，我们都表示尊重。但是我们真的也真心期待看见说，我们希望台湾能在这件事情上解决这个纷，至少平息这个纷争，往前进一步，那是民进党的一个担当跟责任。是，来郑律师来。我觉得这么重大的这个议题啊，这个周休几日，其实牵涉到资方跟劳方的金钱的。一定一方面会多拿到，一方面少拿到这个东西，跟单独对政府的关系是不一样哦。太阳花的学运是对政府的诉求，没有牵涉到说个人跟个人，所以他当初太阳花学运进到立法院，我认为那是有正当性的。嗯，好，但是今天的学生的这个议题，我觉得还不到太阳花的这个运动的那个正当性那么强烈，还不到。但是我也是要肯定这些学生了哈，我想他们的利益都很良善。台湾很可贵，就是说有一群理想者为了他的理想去坚持，好，所以不过这是我觉得民进党哈应该要宽容的处理这些异议者哈，这些就是有这些学生有这些团体出来发声音，这才是一个国家会一个进步的力量。当然我们在修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资方他人受不了，因为你这样弄一定增加他一些成本。是的，妹妹，民进党政府其实没有改变，他比起国民党执政时期对劳工的照顾是好很多的，立法是有进步的。那但是为什么在这过程当中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公听会也有开，说明会也有开，但是是不是公开呈现出来的那个广度或深度是不够的？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那雄雄是安呢？安那叫你要筹喽，其实刚有筹喽。在议场上，你看到的就是，坦白说，不好意思，第一次时代力量霸着主席台，所以没办法进去实质审查。是因为林淑芬没了，我还是要讲一下，那是林淑芬作为招委，她并没有出来。但是林淑芬有交代嘛，代理主持会议的。那不管，那第二次是国民党是更恶劣了哈，国民党是根本寡纳给小金嘛，他什么时候主张过两例？他甚至王玉敏之前还很大声的要求郭芳宜说，你就落实陈雄文那个把七天假收回去的精神就好了。所以国民党从头到尾，他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导弹而导弹，为了撤走而撤走。那最后我还是要讲，他跟太阳花学运是完全不能类比的。太阳花学运，我记得郝明义出来讲的时候，贵为国家的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他说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被卖了，还记得郝明义讲的话吗？所有的人哭喊无门，多少人可能要面临失业了。可是马英九政府是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接到指令不能修改，照案通过，完全不让你有任何议事辩论的机会，也没有任何的公听会。而且那个法案是让很多台湾人民很担心的是，它可能让你从有工作变成没工作，可能让你的实质所得要倒退。但是今天一例一修的入法是明明让劳工比过去的权益更好，立法的方向是更进步，只是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很可惜。我认为行政单位真的好好切记，这么分劳几个月，
你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姿态不够柔软的，有没有说明不够公开的，乃至于永明或姚老师所建议的，让他在更多公开的场合里头呈现出你的倾听，还有当劳工团体真的要绝食的时候，官员民意代表尤其是民进党的，你真的要去看，要去听，要蹲下来和谐的取得共识沟通，我觉得社会的支持力量会更大。这个就是蔡英文总统所讲的哈，昨天在民进党中常会，他在开始之前特别强调，有时候也会觉得在野的时候的同伴现在突然之间处在不同的立场，这种心情上的感受他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是他也说，但是既然执政了，即使民进党现在最重要就是要考虑到这个国家要往前走的动能跟社会力的集结，这是身为一个执政者应有的责任跟承担。好，可以看得出来，从今天到目前为止，是要一句好不好？我相信以我做例子，在没有执政的时候，我就是跟这个党的这个运动走在一起的，我从来没有跟他。可是现在我也不觉得跟他分手啊。可是我是不是请民进党中央也好，总统也好？能够理解，我没有跟你们分手，只是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再多一点的时间来妥协一下。你知道吗？可恶，是他们反对的，连主张都没有的反对。他主，这就纯粹，这就纯粹的。所以现在大家不知道说他的论述立场到底是什么。对啊，他到底论述你反对啊？一立一休，你总头头，你到底主张什么？你有什么妥协方案都没有？你的反对，这个我根本。就是说，现在破坏就是破坏在国民党身上，让那个气氛感觉到民进党非要想办法用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多数来压过国民党。可是事实上还有空间的，这个就是学生无奈。现在学生跟劳团无奈，就他没有管道出去。以前国民党多数，他们通过民进党想办法去妥协、去抗争。现在连那管道都没有了。当然，我们希望时代力量更多的，因为他们人数实在太少，他不能每个案子他都。我希望时代力量也能够吸收学生跟劳团的这个意见。其实意见非常单纯，就这七天假，这七天假把它找一个方案能妥协出来，等于实质还至少还一半都可以，这一定可以处理，没有那么绝对的事情嘛。但是国民党不惜在各委员当中所发出的焦土策略的同时，要不要更关心自己的财务问题？杨老师怎么看目前最新发展？现在除了党工的薪水来自于郭台铭的母亲4500万。包括了我们看到王雪红的4500万，总共9000万之外呢，现在一个最新的发展，北京的台商座谈当中建议，干脆开一个微信账号给中国的国民党党员来缴党费，或者是让台商发小额的微信红包，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来看大现场。红席会上，洪秀柱拐了个弯，用一中求同存异取代一中各表的说法，依旧让国民党内部有反弹声音。看在挺住台商张汉文眼中，有些话不吐不快。我们国民党又在干什么呢？我们都搞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我们自己国民党在挑三挑四，地摊里面挑骨头。中国国民党理念很简单，就是一个理念，怎么可能分得中国派外省什么本土派什么的，当着洪秀柱面前批评国民党，这时候还在分本土挂外省挂，不够团结，力挺洪秀柱到底。洪席会后，党内依旧纷扰，洪秀柱看得开，认为很正常，说多沟通就能解决。哪一个社会，尤其是民主多元化的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呢，也是很正常。调而认为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要看这个社会能不能够沟通。大家意见彼此能不能交换，能不能够形成共识，然后大家往前走，这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合法的账号吗？欢迎美丽的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嘉董事长加入我们讨论。来，董事长晚安。哎，小君好，大家晚安。好，来，观众朋友，你看哈，我们先发现呢，借贷9000万元之外呢，这个两大金主的曝光，一个是王雪红，一个是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母亲呢，先生是国民党员，在无担保利息状况之下，希望拿储蓄帮国民党渡过难关，所以他在10月25号下午呢，把4500万汇给了洪秀柱的一个账户了哈。那王雪红呢，我们看到除了这郭台铭的妈妈之外呢，另外王雪红呢收到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请托的92共识支持者王雪红，他也在隔一天也汇了4500万给洪秀柱的账户。这个洪秀柱的账户，听说这中间呢，这两个人其实跟国民党的洪秀柱不是那么熟识哦。董
都是透过谁呢？就是这一位，就是中国海协会会长哈陈德明，好，就是透过这一位，所以我们就来看呢，在这个消息底下呢，我们看昨天的北京的这个座谈会啊，这是北京饭店台商跟台生的一个座谈会，你看这里头有张汉文，好，我们看到，张汉文是台汽联荣誉会长张汉文。那他也曾经是洪秀柱在竞选总统时担任两岸台商后援会的总会长，号召大陆台商挺洪秀柱后援会。好，这是洪秀柱，我们看到这是前外交部长，也是现任的副主席胡志强。台商怎么提议呢？国民党开设微信账号，供在中国的党员交党费 ，OK， 或让台商这个发小额微信红包的捐款。中国有百万台商，如果台商能够以微信支付缴党费给国民党，会十分的方便。洪秀柱说这是非常好的构想，科技可以解决问题，为何要留在传统里呢？会好好研究，不是讲了就可以做到。好，但是相对我们知道，在二十四号，这国民党邀请的马英九的十六个副主席各捐二十万，当时十六个人当中募得了两百万，可是呢，民间就有人捐助了两百万给国民党。所以呢，杨老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个微信账号到底什么意思？可以吗？违法吗？来，杨老师怎么看？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做到脸书、微信所有的社群网、社群的这个沟通的平台，大概全部都可以捐款。啊，这一点已经一点问题都没有。包括我们现在，即便我们现在电视公司都可以随时可以捐款，就像以前呢，你记不记得灾难完了以后，以前的捐款方式是要大家聚集在一个大厅里面接电话、那些其实都不要。啊，现在只要有一个这一个社群网站的这一个一个播出，他就可以在那一个透过那个社群来捐钱。这个其实在科技上已经 OK 了。可是我先不讲这个，我先讲国民党的那一个前面那个借钱，那个不是叫法律漏洞啊，他现在用借款的方式绕过那个叫政治现金法的高限，来送钱给国民党，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不叫做漏洞，这个叫做不法行为。国民党的真侪党工吼，薪水唔知为倒来。今麦发现讲，除了讲有郭台铭的妈妈吼，借了4500万给国民党中部以外，啊，个王雪红嘛借吼4500万，两个加起来就是9000万咯。唔，那是9000万以外呢？国民党今麦的财务困窘状况之下，传出安怎？台商伫昨伫北京去建议讲，哎，归去吼来开一个微信账号，和中国吼当地的国民党党员吼可以来缴党费，或者是让台商可以发个小额的微信红包。啊，这是什么意思哈？什么叫做微信账号？这到底是合法的吗？今天我们要提出非常多的疑问。第一个，如果有微信账号可以捐款的话，啊，较早有还是无？他在国民党跟马英九总统长久以来有没有接受来自于中国的赞助？而马前总统有没有没有曝光的账号？杨老师怎么看？前面那个借钱，那个不是叫法律漏洞啊？他现在用借款的方式绕过那个叫政治现金法的高限，来送钱给国民党，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不叫做漏洞。这个叫做不法行为，因为这是违背了政治现金法的核心内涵。哦，这9000万元。对呀，这是完完全不，这是完全不可以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柯批买房子向自己的爸爸借1000万，够清楚，这个还不叫借吗？而且他还真的还喽，有利息。他的还真的按月，而且还有存折，告诉你我还自己的爸爸妈妈儿女借钱。他都被扣税，现在追缴赠与税，被当作赠与处理，被罚，就是扣税了，补交税了，要罚要缴啊，那就交 K 税。换句话，这5000万当然，这4500万当然就赠与嘛，就是捐钱嘛，就是捐赠，所以当然要追这一个，不管捐赠人他是什么样的户头出来的，公司的、个人的户头，捐进来的总额，这个是要按照赠与税来处理的，这第一个我要先这样讲。第二个，如果今天政治宣泄，我们允许不受控制的微信的话，
我用白话文讲，那我们就开等于政治献金法那个禁止外国人、大陆人来捐献那个条文就落空了嘛，那个完全落空了，因为那个是不具名，大中国中央，中国中央要捐个3亿给国民党，还这个违禁还不容易吗？他随便，不要讲那种党员了，他随便任何一个新华社什么，他就一拨一天3亿，他也拨进来了。是我用这个名字一下。什么叫史廷福？史廷福什么意思啊？史廷福啊，寻找史廷福。寻找史廷福中国哈、啊，要用微信让他们交党费给国民党，请把史廷福先交出来。这个天才呢，这位先生在10月31号。哦站在所谓的中山陵，中华民国的陵寝外面，就是、摇国旗那个，拿个国旗喊“国民党万岁”，被拖走了，到今天还没找到。哦，对，是被中国的便衣公安当场给带走了。史廷福安在哉？嗯，所以史廷福被拖走了，你现在告诉我说，中国人民可以自由的借由微信缴党费捐款给国民党，讲个鬼听啊！史廷福先交出来嘛。嗯他只在那边拿摇个旗子，没去啊呢。所以微信或者中国的他们自己创造的平台，他是要做什么？他是要控管。所以中国那边不让你有这个 Facebook， 他就有自己另外一套东西；他不让你用这个 Line， 他就用微信给你。他为了控管，而在他控管底下、眼皮底下，有一个光去支持国民党人就被拖走了。在去年有一个叫蓝色联盟，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支持单位，被共产党当作叛乱团体，通通抓起来。所以今天你说那边要开放微信，可以从那边捐钱到国民党里面，我先不讲法律的规定，那这笔钱到底是个共产党允许给国民党的，可以这样子吗？就好像两大财团，一人拿了4500万，捐给了国民党，结果是谁？要经过陈德明，那个态度是什么？我经过，我领住这盒捞多还好你细汉的，我是照顾你的后啊，经过你的同意耶。国民党的有识之士，你可以容许这样的事情吗？微信不就这个意思吗？共产党眼皮底下的微信准他钱进来。那回到法律，我们的政治献金法是绝对不允许这样子啊。科技再怎么进步，你不允许这样境内境外的钱可以进来。第三个。洪秀柱是个国民党里面诚实的人，我一直觉得他比吴敦义适合当国民党当主席，因为他诚实。这个诚实的人把这种募款方式讲出来，我不禁怀疑啊。怀疑什么？过去这几年来，你们有没有用类似这样的管道钱进来？比方说，在中国的台上，我们看到你们好多副主席谁的姐姐都去那边办一办之后，有没有募款回来啊？有没有不正当的款项回来？有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的钱回来？那现在呢，洪秀柱呢？他戳穿国王的心意，第一个心意是马英九，你们都主张统一的，为什么不能讲同属一中？第二个心意就是啊，你们钱都是这样进来的，我这样管道有什么关系？这两件心意，一个在政治上台湾人民不接受，一个是台湾法律不允许。我觉得这倒是要好好研究清楚来。来，非常好的疑问哈，子嘉哥，你说今天公布一个非常劲爆的账号，刚刚特别提到，如果微信账号可以成立的话，那过去有没有？过去国民党或者是马英九，在这个过去几年甚至到现在，有没有什么硬暗账号？有没有什么暗黑账号？有没有什么没有曝光的账号？那你今天要公布这个账号是什么呢？我今天啊，我在那边公布一个，这个是个疑案，这个神秘的疑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马英九2012连任选举的时候呢，刚刚好就是丁宇刚刚讲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的政治献金法的规定的非常清楚，要多少钱，个人多少钱，包括企业多少钱，还有获利的企业等等等等，外国人当然不可以了。企业有30%外国股份就不能捐了、哦，都不能发、哦。那我现在跟你讲一个让你吓坏你的事情。嗯，好，这个是谁？所以是只要是外国企业就不能做任何这种所谓的政治捐献，通通都不行的。嗯、企业本身还要获利哦。OK， 你可以还获利才可以，不能做公家才可以捐献。我现在讲一笔，我现在查非常清楚的一笔账，这笔账是什么呢？是中国大陆的台企联要求某台商，这台商的名字我保留，汇了在。2011年的11月23号，正确日期。2011年10月23号汇1000万人民币，
这个超过上限吧啊，一千万人民币目前相当于台币大概5000万左右，是，小心我们这很大概5000万左右，当时可能4000多万，但是也非常庞大的金额一笔，啊，汇到哪里呢？汇到一个叫做邱敏哲的户头，邱敏哲是何许人也呢？我在这个户头在哪里呢？是中国建设银行东莞市大岭山支行这个账号，我都不太熟的。再重复一遍，这是中国建设银行东莞市大岭山支行邱敏哲这个户头。邱敏哲何许人也？邱敏哲是郭山辉，郭山辉何许人也？是台气联的会长。这是台气联的会长，这个人叫做郭山辉，台气联的第二届、第三届的会长。他当时呢就扮演了马英九的台商的后援的总会长。他负责号召所有台商支持马英九的连，就是连任的选举。当时是谁呢？江炳坤是海基会的会长，所以江炳坤跟他对口，海基会的董事长，海基会董事长，所以是江炳坤呢在帮助马英九做汇款筹款的动作，对象是谁呢？就是所有的台商，窗口是谁呢？就是郭山辉。所以这三个人，马英九是候选人，然后江炳坤呢是海基会的负责人，跑去大陆募款。海基会是政府公职嘛，对不对？本来是政府的白手套，政府公职的，没有人叫他去做募款了。他的工作里面不包括帮总统募选举经费嘛，对不对？大家知道，他们就是白天之下公开的干这种坏事情，完全视法律于无物。然后找到邱山辉，找这个郭山辉就帮他募款。那我查出是其中一笔哦，这是1000万人民币募到邱敏哲的账号，时间这个分行。那台商名称我保留，一个台商，做了一件这个事情，一个台商就捐1000万人民币哦，一个台商捐一笔1000万人民币哦，你刚刚讲的什么4500万都是已经都比这个都比较一般规格而已嘛，这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大家不用害怕。民进党如果捐个50万，给这个王定宇的话，王定宇就该谢多谢，谢该被死啊，对不对？台币，那中国的咱唔敢收啦，啊，我代票啦，民进党的人就是讲咱。在的，咱的支持者，欢迎个唔知影人啊，感谢你，就感谢呢，你知影无？这一条，3万块就感谢吼，就做好对无？3万块就感谢。就加人啊啦。啊，另外咱讲什么？讲这一下，1000万人民币呢？那是5000万新台币了。就一个人。嘿。哦啊，董刚就是2011年的10月23号汇款。啊，不是，重点这钱是被何向啦？这条钱，我说我刚讲神秘的部分在后面啦。嘿。那这个案子呢，在台商圈啦，到现在还在。私下传闻不断，这笔钱是汇到了邱敏哲户头，邱敏哲是给了郭山辉，郭山辉要把这个钱呢交给江炳坤嘛。据说郭山辉是不会黑吃黑，据说江炳坤黑吃黑的，这笔账呢没有交给王英九。我今天讲这个怪国民党自己狗咬狗黑吃黑，私下台商圈了，沸沸扬扬传得不得了。说这个江炳坤老江把老马小马吃了，黑吃黑这笔5000万不见了，现在我今天这边在这个新台湾加油的节目呢，公开请马英九去查有没有这笔黑吃黑。好，现在两个可能性发生哦，第一个江炳坤黑吃黑，江炳坤黑吃黑吃了马英九5000万，就跟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的卓伯仲吃了马英九黑吃黑嘛。国民党老干这个事情，竞选总部，这个是他们的习惯，他还是会上缴。那隔壁南投县拦截可能3分之2，李朝兴的兄弟也是一样。那我现在问我现在这边公开，你刚刚这个定宇在寻找什么？我怎么停服啊？是停服，是停服。我在这边寻找谁呢？我在这边寻找江炳坤的1000万。江炳坤的1000万人民币，5000万台币，到底有没有交给马英九？所有台商都在怀疑。我猜会交1000万台币。他说1000万了，我就给1000万。那其他台商联谊会的会长会不捐吗？不是这个问题，这是台积电。等，我现在谈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法律问题啊。我现在先把1000万搞清楚嘛。在谁那里？我们去查到底1000万捐给马英九没有？只有可能性有跟没有嘛。
有是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没有就江炳坤黑吃黑。江炳坤黑吃黑，刚刚几位都专家人讲了，他要去吃官司嘛，我不知道拿人民币要不要吃官司啊，拿台币的话可能要吃官司，因为人民币境外的款项嘛，是他是吃马英九境外款项，两个可能要去中国大陆打官司了哈。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好，这样第二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这个什么钱，这个是台企联的捐款哦。台积电什么组织？台积电是属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法人机构，对不对？对，台积电老板是谁啊？台积电就是刚刚定宇讲到的哦，当那个大问题啊，这是属于境外组、境外的企业或是社团组织哦。这个钱怎么可以跑到台湾来变选举经费呢？当然是违法的事情嘛，这重罪。马英九如果收了这个钱，有这个钱一块钱进到马英九账号，马英九要坐牢。前总统有没有没有曝光的账号？今天吴子嘉即将要公布一个非常劲爆的账号，这是什么样的账号呢？由台企联汇了1000万人民币给江炳坤所指定的账户。江炳坤在2011年是海基会当属定呢，而且付这个款由江炳坤指定的账户到底给谁？给江炳坤？还是给当时的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马英九呢？当时的也是马总统哦。好，当然联想到昨天我们说邓文聪握有马总统的存折啊，到底这些内容指向何方？为什么都如此的神秘？马英九前总统到底跟中国什么样的关系？尤其跟财团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在我旁边的郑文龙律师要独家还原他在法庭当中怎么跟蔡明忠父子的一段对话，证词前后不一。那这一些北检你查还是不查呢？还是到目前为止，听说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泰昭一接管了检察长位置之后，发现了马英九的案子100多件，重案6到8件，结果话很神秘的，无一件在办，无呀无呀。等一下，王定宇告诉我们所发现的到底是什么？还是说马政权的幽灵仍然控制着台湾的调查局、检察官跟法官吗？那你今天要公布这个账号是什么呢？我现在查非常清楚的一笔账，这笔账是什么呢？是中国大陆的台企联在2011年的11月23号（正确日期）。2011年11月23号汇1000万人民币，这个超过上限吧？1000万人民币目前相当于台币大概5000万左右。是汇到哪里呢？汇到一个叫做邱敏哲的户头。邱敏哲是何许人也呢？我在这个户头在哪里呢？是中国建设银行东莞市大岭山支行这个账号。邱敏哲何许人也？邱敏哲是郭山辉，郭山辉何许人也？是台企联的会长，就是台企联的会长，这个人叫做郭山辉，台企联的第二届、第三届的会长。他当时呢就扮演了马英九的台商的后援的总会长，他负责号召所有台商支持马英九的连任的选举。当时是谁呢？江炳坤。所以是江炳坤呢在帮助马英九做汇款筹款的动作。对象是谁呢？就是所有的台商。窗口是谁呢？就是郭山辉。所以这三个人，马英九是候选人，然后江炳坤呢是海基会的负责人，跑去大陆募款。那我现在问我现在这边公开，你刚刚这个定宇在寻找什么？我怎么停服啊？是停服，对不对？是停服。我在这边寻找谁呢？我在这边寻找江炳坤的1000万。江炳坤的1000万人民币，5000万台币，到底有没有交给马英九？这个是台企联的捐款哦。台企联什么组织？台企联是属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法人机构，对不对？台企联老板是谁啊？台企联就是刚刚定宇讲到的哦。当然，个大问题啊，这是属于境外的企业或是社团组织哦。这个钱怎么可以跑到台湾来变选举经费呢？当然是违法的事情嘛，这重罪。马英九如果收了这个钱，有这个钱一块钱进到马英九账号，马英九要坐牢。马英九查不查？那北检查不查？来，这个问题来，郑律师怎么看？北检现在都在睡觉了，
你讲这个例子呢，我再补一个例子，也是很像。其实这个而且是有法院的记录，就是当初我在办阿扁的这个二次精改，那个二次精改我们一审是判无罪的哈。那个后来马英九出来干预的，讲话了才二审又改哈。那时候我其实就在布局说，政党轮替之后，换我们要查他们，所以我那时候传了两个重要的证，一个是富邦金控的老板蔡明忠，一个是传他爸爸，他爸爸那时候还活着哈。那我知道国民党这些习惯，你讲那个是通案的，去募的一定会暗砍一些，但是会上缴一点点，他也不会都不给。但是如果大额的哈，大额他就会考虑，为什么？因为大额的一定会再跟马英九碰面。好，蔡明忠这个案子哈，我第一个就问他爸爸。我就问他说哈，哎，你们这个富邦并台北银行哈，那你们有没有政治现金给马英九？这个蔡明忠他爸爸讲的多好听，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从来不做这种事，一毛钱都没有。那我就问他说，是只有你、你的家族还有你的这个关系圈都没有吗？他说是，啊，这样就过去了。那我说确定哈，签画押嘛哈，作证。我不怕他讲谎话，我知道两个可以比对。我后来又传那个蔡明忠，他的儿子，我问同样的问题，你们富邦，有没有因为这个并购这件事去捐款？那我就举说哈，2008年，因为那个可以比对政治现金账号，其实我们有去调，那他说有，我有捐一笔，他老爸说没有啊，说他们多清白啊，一毛钱都没有捐啊，包括他的家族，还有他们这个企业关系企业，笔录我都写得清清楚楚哦。这个就是以后他们犯罪的证据，而且是伪证。好，蔡明忠说有，哎，那多少钱？他讲了1500万，这个笔录啊有哈、那我就问他说哈、你是交给马英九个人？还是交给国民党，因为他们有个人账户，国民党的政党账户，他就说，我不清楚了，我就交给王金平了，大概是这样子。那他的意思是比较倾向，不是捐马英九个人账户，而是这个政党的账户了，哈。但是这个也是有问题，为什么？那时候党主席还是马英九啊，好，我就查那个政治现金法，刚刚就有讲到了，第7条，哈。像刚刚讲到不能捐，外国人是第7款，大陆地区第8款，那第9款是香港，而且它还有一个金额的限制哈，是在第17条，17条就是说你个人捐，个人，最高10万，捐政党最高100万，那你企业去捐的话，你捐给个人可以最高30万，那你捐给政党是最高300万，好，那捐你要做登载。我们后来去调马英九2008的这个竞选账册，还有国民党的，完全没有这一笔，所以这一些都是不申报的黑资料。这个明显都，如果是照他这样的作证了，就是违反政治现金法，而且还有一条啊，就刚刚子嘉兄讲的政治现金法第7条，你如果跟这个政府机构有巨额采购，或者说重大工程哈。你也不能做这种捐献，一毛钱都不可以。好，你当初去并这个台北银行，这个算是政府采购的一种重大的，你蔡明忠可以捐吗？国民党可以收吗？马英九可以收吗？完全不可以。那我认为说嘛，1500还是小的啦，还有更大的他不敢讲而已啦，只是最起码这个都有法院的笔录哦。好，他爸爸的笔录，蔡明忠的笔录，结果这个供词出来之后，媒体就揭露了，他就马上改口说啊，我记错了哈，啊不是那个年度，你都画押了，所以他们的犯罪证据啊，现在法院我们已经有留了，就是看民进党执政之后，你敢不敢查，你要不要查，你会不会查？是。郑律师所带出的是庭院深深的马英九前总统的金库问题，几个层面的问题，来回到秀明老师身上。因为
又是一个微信账号。昨天在 BBC 在转述中国的网友说啊，调剂到底中国的北京之行在冲线哈，中国网友说啊，都是来偷钱的，结果偷咖变成一个微信账号冒出来哈，所以大家在想啦，黑账号到底有多少？今天这个非常劲爆的，来自于2011年11月23号，变成这家企业所指定哦，在台积电指定的这家企业里头，指定由江炳坤所指定的这个账户汇出了1000万的人民币哦，所以第二个层次导会问啊，这个海基会当署长吼江炳坤哦，阿姨的角色是冲啥哈？为什么咧收钱？讲收哎，你个汇到这个账户里头，对不？到底是好意好卖啊？这里头到底有多少捐献？来，徐老师，你看到什么？其实子嘉兄讲哈，对，王平生、郭三辉，然后江炳坤来做这样事，如果子嘉兄讲是真的。我会被告啊！我有账号，你有账号啊？我负责。可是现在这个海基会现在不是国民党的人呐、啊，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陈德明会坐在那里。嗯。为什么海协会坐在7对7的那个座谈里面呢？哦。我想请问，那是海协会在做这个事吗？哦。过去是海基会哦，钱给他。嗯嗯嗯。那想请问，你请问国民党是共产党在企业哦？在供养喔，我们现在就很水组织啊，我们现在很担心就这个事情嘛，大家都想说哎，过去从来没有陈德明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去的、啊、那为什么江炳坤，因为江炳坤现在没有了嘛，现在是民党在控制海基会嘛，嗯，海基会不可能去帮国民党办这个事啊，那是不是海协会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嗯，我的意思说，如果真的两个大台商，这两个台商够也大，那我想请问，如果换上郭台铭，说是郭妈妈啦，嗯，那请问郭妈妈大不大？郭台铭大不大？那如果是这样子，那陈德明如果在里面扮演角色，哎、欸，我现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大堆国民党的这个前主席啦、主席、副主席，大家不愿意捐钱呢、欸？嗯，大家想的是说，哎、啊，你去就有钱啦、啊。如果过去也是这样办，马英九心知肚明，好、嗯哦，对岸的台商给他多少益助？我的意思说，国民党文化里面会不会觉得啊？党产委员会根本是假的、嗯、是对不对？因为这些台商的益助，这个我觉得不会有问题啊。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是这样，他的角色专门收规费吗？然后呢、啊、还是收进来之后没有海基会啦，对不对？现在换海协会在帮他们做这样事吗？哎、啊、搞不好还更有效、啊、不是有一个五亿探长的那个影片吗？我要补充一点，朱友仔啊，国民党真的缺发党费的钱吗？我是怀疑的。为什么洪秀柱捐20万？其实他们当党主席、副主席都有很高的薪水，他们以前是靠职位给薪水笼络人用的，薪水都很高了，几十万在收了每个月。党主席一个月24万，所以、啊、民进党的党主席才12万，所以他那个连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嗯，我觉得指标是谁？你看胡志强，还有郝龙斌，他们长期都在国民党体系，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这个财务状况哈。他为什么只要捐2000块？他根本就觉得你们玩假的嘛，有钱嘛。不是，还是说他认为知道，反正对岸会有资金进来，不缺钱。他们有钱的、啊嗯，他们有钱，那么假装做戏哭穷。我再举几个东西哈、啊，你刚才讲那个这个台气联，嗯，你去看台气联的组织，台气联的荣誉总会长就一定是国台办主任，对，台气联的总顾问。一定是国台办副主任加海协会副会长，他那个论字排列很清楚哦，就是荣誉总会长就是国台办主任，然后副主任、副会长，然后下面呢一排顾问有他们的检察署的，有港澳台办的，也就是说，在台气联这个组织来讲，是中国共产党政权认可、允许扶植起来，而且还是牢牢监督住，当然参加的生意人。自由的或非自由的，狗不理财中，中起来残嘎，这第一个哦。第二个，江炳坤的角色是什么？他是猪油仔呢，还是油猪仔？我不知道。但江炳坤的重点在于，马英九曾经被宋楚瑜坐这里，说你对中国的事务都在搞买办。是是。什么买办呢？嗯，海基会也好，陆委会也好，最高层次应该是为国家做事，要利益回避，因为你处理两岸事务这么多啊，那。中等的层次已经不入流了，是为国民党办事，为政党办事。最低级的是什么？为自己办事。江炳坤他的儿子拿到中国特许什么东西？
你所有的投资都在哪里？然后在谈判过程当中，到底是为自己、为国民党，还是为这个国家服务？这就是宋楚瑜曾经讲过的，你们是买办嘛，而且宋楚瑜是跑到习近平眼前说，你给钱给错人了，亲自跟他讲啊。所以你刚才讲那一段啊，吴子江董事长那一段钱的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拿走的，但是你这分三阶层，他大多数事情在处理哪一块？那我们现在政治现金法，你这个好问题，他处理哪一块？对，他处理哪一块？他其实处理服贸货贸，而且是只有这一块，服贸货贸是牵到这一业界啊。然后呢？服贸货贸优先实现的目标，所以来个1000万人民币，是这样子吗？是哪些行业、哦？这也是一个怀疑的方向、哦。而且还有审台办哦，因为当时的时机上、是不是呢？对啊，那他们的最上面的总农运总会长郭台办主任，只要跟这些企业厂商说点一点，你认养台中，你认养台北，你认养，他们是用认养制的，哪些省份认养台南？然后经过这个机构回来，那中间经手的人，为了国家不应该干这事，为了国民党钱应该回到马英九身上，那为了自己钱在哪里？在为了政党以下都是违法，而且这些法律都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吴董事长讲这个事情，北检有没有睡着不知道，你最起码把这事情调出来，你这有金流。可以问，这是首度曝光的账号，北检能够不查吗？这个账号可以，我要查，能不查吗？因为这个是中国的中国大陆的银行账号、他不会给你查，他查不到，他不会给你查金流，他查不到。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呢，就是他几个人还在台湾呢、不不不，我这样讲，那江炳坤到底当年2012选举所给了马英九多少钱嘛？这是一个数字嘛？我现在这边公开喊话，他们两个人心里有数，不管黑账、公账、明账什么账啊。这黑钱，这两个人，马英九知道他收了江炳坤多少钱嘛？那江炳坤也知道他的，所以在这边两个人私下一对就知道了嘛。就狗咬狗，那我肯定，刚刚郑律师讲很有道理哦，因为这笔金额很，这一笔算比较大的。他们那个当事人啊，郭山辉啊，应该会跟马英九当面致意一下。是，我黑狗群蛮屌，狗群蛮就屌屌了。马英九总要跟他挨一下子，握个手嘛。是，可是他可能金额就开始打呼噜了。啊，所以我想有给马英九，但是有给马英九，问题就来咯，这就大问题了。一次一家企业可以给这么多？不，我现在讲的法律问题哦，就政治献金法有，如果马英九确实有收到江炳坤的钱，有收就好了，那马英九就收到了台积电的钱哦，对对，马英九违法，就确定违法了嘛？为什么？对不对？就是政治献金法，就是外国大陆地区跟外国人，他也超过上限啊，是啊，超过上限，完全超过上限，当然上限了、啊。这个5000万已经上限了。他那时候在中国上海各地还有办造势晚会嘛？那还有，那都有。我现在只讲一笔嘛，这一笔他到底有没有收到？我有人名嘛，有账号嘛？你不是北检的问题，是应该把马英九调去问，你到底收到钱没有？应该马英九要去告江炳坤才对嘛？你个黑吃黑嘛？你把我吃掉了嘛？马英九，我跟你肯定，江炳坤不会把龟雕七千万高后裔来，我可怜人啊，他中间总要抽个税吧？作业费。是的，来，赵大哥怎么看这样的发展呢？我想我们在讨论国民党的时候，总是离不开这个金钱呐、包括洪秀柱这一次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也在包括微信的捐款等等，都跟金钱有关系。我们再回到一下，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去跟王雪红跟郭妈妈她借钱这件事情来看，我觉得分两个层次来看呢、第一个，如果这是他们两个自动自发想要借钱给国民党的话。那我们要看这个是一个规，是不是规避政治献金法的相关规定？这款该是借，该是就是修赏。那修赏的话，那就违反政治献金法的上限，这非常的明显。好，第二个，如果他们真的是如外界所猜测的，是有透过中间人陈德明的，因为希望这两个人捐钱，借钱给国民党的话，那我们不禁要问，那国民党跟陈德明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陈德明开口，这两个人就要答应？就王雪红就要买这个？4500万，即便他们再怎么有钱，4500万还是很大笔一笔钱，不是4500块啊。那为什么陈德明可以扮演这么大的角色？那我们也真的是，我觉得是，这不只是国民党自己的家务事啊，是我们台湾人民要去深思这思考这件事情。那为什么？那还有多少的企业？事实上看起来他们是独立自主，但是他们因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配合中国大陆他们所谓的高干的他们的指挥，那我们真的是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面对台湾，
他一方面把飞弹对着我们，他另一方面事实上用经济的攻势，也包括我们有些企业在中国大陆或者是一些观光客啊、农产品啊等等这些经济的这样的压缩，形同对我们台湾其实不用武力耶。用养的就好，用养的，养一个政党就没有力，用买的就可以，用买的比用打，用买的比较，用买的比较快。你看，连 BBC 去采访那些中国大陆的人民，他们就问他们对洪秀柱去大陆是无感的，因为啊，可能是要来要钱吧。连他们中国大陆对政治的判断都是这么直接的时候，很精准啊，非常精准。那我认为这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国民党自己的家务事。国民党发的出薪水与否是他们自己要去解决，但是国民党如果金钱上的往来，包括在选举或者在此时此刻，他们如果跟中国都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这不只是政府，我们人民都要非常正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就是这样子用渗透的方式要来来撕裂我们台湾的一个国家认同。是，现在两个主轴哈，一个是美美国民党的走向，包括洪秀柱是走的是一个玉牧民的模式吗？他拿到特批哦。第二个，由这个账号当中，大家不明要问了，马英九总统在里头所扮演的角色，这里头如果真的有违法的问题，马英九总统的金库哦，真的是庭院深深的，只要牵涉到有政治现金，现在跟中国什么样的关系，跟台积电什么样的关系，包括跟财团什么样的关系，怎么北检通通都不查？等一下，王定宇要告诉我们，田爱公哦，这个换下蔡碧玉接掌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邢泰昭哦，他走马上任之后。发现北检哈，我人讲，哎，马英九在北京吼，有100多件呢，恐够147件，啊，重案吼有6到8件。邢泰昭讲惊一个讲，哎，发现讲拢无人咧办呢，啊，是安怎？马政权的幽灵继续掌控在司法单位吗？继续掌控调查局？继续掌控检察官？继续掌控法官吗？我人讲起码吼，就是讲你检察官吼，可能无人无唔对吼。刚才瓜可能上诉到对法官给你打掉，好，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来，妹妹怎么看？来，我先讲哈，如果依照以前马政府标准的话，其实马英九现在早就应该要进关了，对不 对？以前马英九对待陈水扁的方式嘛，那我们大家人民很难过的是说，这个马英九一方面有那么多的案子，那司法上遇到他就怠惰了，就睡着了，然后呢，接他棒子的洪秀柱啊，我觉得刚刚你如果听这些。几个案子出来，其实它有一个统一的脉络哈。不管说是郭台铭、王雪红，可能是因为陈德明的缩像，所以给了这么大笔的钱。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那表示说陈德明这个呢，海协会的会长，俨然呢是国民党的幕后老板。那当然，幕后大老板就是习近平啊。如果这是事实的话，第二个，向子家兄所讲这个案子，如果真的是透过郭山辉。好，然后给了这个邱敏泽，然后给了江炳坤，江炳坤又给了马英九的话，那显然的，这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气联后面其实就是中国的官方在控制，哦，所以这里面又是中国官方的受益吗？所以这些大生意人必须要给支持马英九政府吗？那这是里面国民党又很像他的赋税组织，这第二个脉络，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洪秀柱就最近刚发生的微信捐款。如果居然可以在国民在中国的眼皮子底下来发生，你知道这里面有个很可怕的事情什么？那不只是中国的默许，你一笔捐款都有记录的耶。那会不会刁民做记号？你那习近平公不是两个国家就一个国家，所以他不是外国捐款啊，是国内捐款，是国内捐款合法的。柱柱姐也是这样想啊，不只是这样子。2016习六点第一点跟你讲哎，没有任何的空间。那为什么习近平要被抓起来？那我现在要讲的是，现在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史廷福。那史廷福为什么要抓起来？因为史廷福说中华民国万岁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啊，但是我们柱柱姐看到那边是中华民国只敢在中山陵面前讲啊，更可怕一点在什么？微信这个捐款是有记录可以查的，那如果我共产党有心要帮助国民党的话，好啊，你哪你不要耽误家做行李，你哪无捐款的，我就给你点油做记号，刁难你了，会不会呢？所以第三个脉络又很像赋税组织了，所以你这样整个这样看下来是。从马英九到洪秀柱，整个操控国民党的背后的那一只手，好像是共产党啊！共产党是真正的大老板啊！那现在更可怕的是说，柱柱姐，你又知道她是国民党里头其实是最亲中的嘛？哦，那习近平如果说借由透过她来帮助国民党的话，一方面垫高柱柱姐，那
这有好处啊。第一个是制造台湾内部的分裂啊，蓝绿更对立啊。嗯，然后国民党内部有一派的人是很担心住住姐的啊，不管说是所谓的本土派，或是马英九这些要抢夺话语权的，乃至于吴敦义这些人，那国民党如果真的有一种隐形的分裂的话，越弱的国民党是不是越要依靠共产党？那共产党是不是越可以依靠国民党作为在台代理人跟这个干港？国民党即使不如当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还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团体，可以联共以制民进党，联共以制台。这第二可怕的地方。第三我要讲，不管说这笔钱，我说了，子嘉兄，马英九怎么敢告江炳坤呢？那这不是自己出来打理我违法了吗？那我要问你一件事情，是请问一下，海基会的任务是什么？海基会是要做两方协商的白手套，可不是政治现金的白手套啊。我们这个海基会的董事长怎么可以接受这笔1000万的捐款？如果说就算是人民币哦，对，人民币，1000万人民币哦，就算是黑吃黑，就算他只上缴一部分给马英九，那也是马英九受益的啊，才可以打着马英九的旗号啊。是，马英九那时候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哎，请问一下，你这不是出卖国家吗？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到底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子嘉跟王定宇去帮我们做分析，您记不记得白狼跟马大姐，曾经怎么帮马英九总统募款？对，当时的马以南爆发争议的过程当中，因为周刊就这样子报道，那马以南呢，曾经到中国密会，遭到了警方通缉的张安乐，还向张安乐了募款2000万。马英九呢，第一时间表示他不知情，那会请马以南更加的谨慎。等到记者进一步追问之后，马英九说似乎没有，但是答案更模糊了。来，我们看当时大现场，来各位继续做补充。好，非常非常感谢在座的。帮弟弟马英九拉票，马以南积极参加后援会的造势活动，却有周刊爆料，去年2007年6月8号和9号，马以南前往中国深圳跟白狼张安乐见面，争取台商支持，并且举办募款参会，募款金额高达2000万。有没有这样一回事？马以南手机始终没有接通。马以南密会张安乐引发争议，马英九第一时间坦诚一半。哎，我知道，他曾经在大陆跟一些台商聚会，那类似的聚会啊，我会劝他以后更小心。可是等到记者一再追问，答案越来越模糊。我的了解是，还要再多了解一下，似乎是没有。哎，我的了解是没有。似乎据我了解应该没有，没有一个是肯定句，倒是关键人物张安乐跳出来说明。跟您募款有这回事吗？绝对没有，募款是绝对没有。您是刚好去参加那个活动？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台上干部约我去了就去了。当天有说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马英九吗？我不记得，应该有这个东西，如果有也很正常吧。好，观众朋友，这是吴子嘉董事长特别提供了他自己的独家消息，在2011年11月23号，台企联汇了1000万人民币到江炳坤，当时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所指定的，江炳坤请他汇到这个户名啊，邱敏哲，这是中国建设银行东莞市大岭山支行的账户，汇了1000万人民币，当然大约新台币大概5000万元。那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台企联当时的会长郭山圭，好，他的幕僚，我们看到幕僚江炳坤的幕僚叫邱敏哲，那么台企联的第二届、第三届的会长叫做郭山圭，那台企联第四届的会长叫做王平生，海基会董事长竟然在当时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王定宇。进一步的问题，中国台商到底捐了多少钱给马英九总统？而这个资助的过程当中，中国跟马英九之间什么样的关系？从刚刚白狼跟马以南的画面，哎，这是在好几年之前呢。来，王定宇，这里面都是一团谜团。那我也曾经询问过国安相关单位，这些金流应该要掌握。你知道吗？刚才那个案子听起来诡异的地方在哪里呢？中国国民党。台湾执政最久的政党的党主席跟台湾的企业募款要经过共产党的海协会，
知道吗？刚才那个案子听起来诡异的地方在哪里呢？中国国民党，台湾执政最久的政党的党主席，跟台湾的企业募款要经过共产党的海协会，那这代表什么事情？除了洪秀柱领导国民党变共产党附庸党以外，如果这事情真的，如果变附庸党以外，另外也可能是什么情形？哦，原来马英九这一边完全不帮洪秀柱，所以洪秀柱跟郭台铭他们开口开要不了钱，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中国对台湾来讲有几个模式？第一个，各省台办认养台湾的政治人物选举区，点了名之后那个钱怎么过来的？要金流。第二个，发生一些特殊的天灾地变的时候，有一些善款不是给我们政府，他给了特定的政治人物，有了这特定的政治人物还拿了现金到原住民部落去发，这个金流怎么来的？哎，高金素梅，当时包包风灾的金额，那是用益作单位哦。那钱到底用途用到哪里去？那个钱怎么进来的？怎么进来？那用到哪里去？怎么用掉的？完全无从稽核。他可能没问题，可能有问题，但是完全未受控，是一个黑箱。第三个，就像这个案子，透过台企联，透过台湾企业在中国扶，就中国扶持这样的组织，钱透过特定的人捐给台湾的特定政治团体，这个金流怎么流的？奇怪，调查局从来没有掌握吗？你们如果看这几年来哈，我们查到的共谍几乎都是军的时候，军人的时候，你不会怀疑说，照理说军队是控制力最好，抵抗力最强，这几年都查了一堆共谍，你从来没有听过查到所谓的非军人以外的共谍金流公务机关，怎么可能？如果部队出了一个共谍，外面的各部会一般单位那个渗透力更容易的。所以在国民党的马英九的黄金那八年，这一块整个黑压压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要去了解，因为不了解套句中国自己讲的话，对台湾何必打，用买的比较快啊。是，来这个子江大哥，我来说明这整个架构哈。这个架构是什么呢？其实你把共产党、国民党中间有台商，其实共产党呢并不会去直接资助国民党，他不需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商太有钱了，台商就在每一个地方做工厂、做外销、做各式各样生意的时候呢，他需要门神。这郭台铭就需要门神啊，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郭台铭被央视报道，他的员工不断跳楼，跳到十几个。当时有一个最重要的人叫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台湾，在南投，在这个南投请吃饭嘛，在那个在韩碧楼请吃饭，我记得很清楚。郭台铭当天上午飞回东莞，广东处理他的这个员工的跳楼自杀事件。然后呢，晚上又赶回来坐私人飞机请吃饭，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我要跟各位介绍，就是说所有的台湾的大企业家，都利用国共的关系在厚植他们自己的势力。我听说啊，这个不确定的。过去连战带着大批人马，你注意哦，连战带着大批人马去北京的时候，旁边跟的是谁？全部是财团，一等一流的大财团就跟着连战一起去。二流的呢，就是像这种是二流的。我跟各位报告，这个一千万了，这个你看没？这二流的，这不是一流的，一流的更大，就直接跟总书记。像过去我听说，连战跟胡锦涛碰面的时候呢，会私下塞一个小条子给他，就是选民服务。那个选民服务啊，外传呐，听说都是5000万1亿人民币，就是这个谢金呐、酬劳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中国总书记交办事项，他没有法律问题，一定可以通。你要枪毙人，他都可以救得回来，权力非常大。第二个呢，我跟你讲个笑话，顺便插个花了。我听国民党高层私下告诉我，连芳宇每次跟着出国的时候呢，他的自装费啊，他的香奈儿的皮包、他的高跟鞋子、他的这些的名牌服饰啊、大衣等等，全部是国民党用公关费付的。所以我们这个不当党产要查清楚。郑律师，会让大家省思，跟这些台所谓的台商跟台企联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马英九前总统跟财团到底维持什么的关系？北检真的能够不重启调查吗？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为什么？你去看那个政治现金法，
25条，你要是有大陆地区的捐款，它的刑责是5年以下，而且不是只有马英九有5年以下，江炳坤去帮他募这一条钱，包括他的代理人、受雇人，都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案哦。那像刚刚讲这一件事情，好，是5000万台币，好，我们刚刚讲富邦的1500都没有进到正式的政治现金，还有刚刚讲的那个白狼那件事件，我认为北检应该要好好的针对马英九这些不当不法、没有入账、公开申报的正式申报的不当政治现金，已经违反政治现金法25条，而且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应该好好查办。嗯哼，来，正好大哥，我想在最高法院法官黄瑞华法官，他曾经在审理郑小江共谍案里面有提到，他说我们国人对面对中国大陆其实丧失的这个敌我意识哦，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中国的这样的挑战哦，无论是在非但对着我们，大概知道我们知道怎么样防备哦，但是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密密麻麻像水银泻地的这样金钱的攻势，那个我们不得不防了哦，不，政府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没有一个作为。所以特别是我们今天所提到，那吴子嘉大哥所提出来有这样明确的一个整个金流的脉络的时候，虽然这个资料可能是在中国大陆，但是北检不能视若无睹，不去积极的查办这样的事情，也包括刚刚我们郑律师所提到的在富邦的整个政治现金案里面的，我觉得北检应该要让人民重拾去对司法的一个信心哈。那邢泰昭检察长显然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怎么可能他入住到北检之后发现马英九的案子完全没有在动，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检察体系跟司法体系不一样。他是刻意要去布装吗？布完差不多之后才要启动，是这样子吗？不过这也布太久了，太慢了，布了5-6个月啊、哦。因为这个检察体系跟法院体系不一样，法院体系如果法这个案件分到特定的法官，就法官恒定就不动了，就是在那就法官审理嘛。那检察是检察一体嘛，其实上检察长他本来就有这样的职权，能够对案子能够来组成一个小组，或是来积极的办理相关的案件嘛？我们不是说你这句话很关键哦。检察长的职权是什么？对，我觉得他有权限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设定一个结果，叫你要办出这个结果，是，而是说你要有一个积极的动作。这牵涉到人民对这个司法的一个信心嘛？这人民无可避免，他一定用一套的标准来比较说，陈水扁卸任的时候跟马英九卸任的时候，他受到的司法上的待遇是什么？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两个职务相等嘛。是啊，那又有很多的案子在围绕他们两个人嘛，所以民众一定会同一个标准来判断了。所以，司法人员不能去漠视人民这样的司法上的一个情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在讲暗桩哈，我发现其实马前总统八年来布下的明桩还处处都是，你就像黄世明明庄吧，对啊，苏永清明庄吧，司法院也是啊，蔡碧玉明庄吧，对，马政权的幽灵的确是不是真的还在掌控现在的司法单位？今天有一个新闻令大家非常的感慨哦，那相形之下，国民党是不是应该有志气一点？他们等了108年，你知道啊，美国职棒大联盟。小熊队赢了，我相信这个新闻一定创下今天极高的收视率。当世界大赛当中今天的第7战的决胜负当中，芝加哥的小熊队，我们看到8-7险胜了。那你可以看出他夺下是魁违108年的冠军。那108年，我看是三四代他说叫光绪小熊队了。光绪是啊，108年，让会使单一百空背你。我为什么举这个小熊队？一个人的意志有多么重要？108年要等多长的时间？民进党执政，你们有到处在向中国来要钱吗？一个百年政党为什么沦落至此呢？